紧张。都可以啊。直接左边直接下点还是走哦走走上面打上面打右边上面直接打或者左还是左边上面不近点不近点打正面打对吧直接先正面打一波掉一个直接我直接加速往后撤不要不要恋战啊特别是说大锤如果掉直接走然后第二波回来的时候还能估计再能打一波再然后再开点。我现在还分不清你们谁的生日，我也分不清。记得报的时候奶谁要报英雄，就奶迪瓦、奶锤妹这样子，就别报奶我，不一定有时不一定保得到，或者保我奶我救我就都不要，救迪瓦救大锤，对，救迪瓦救大锤救和尚。他们好像走正面，他们走正面了。他们有小美，他们有小美，别被隔。他们有小美，他们有小美。走，退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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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锤，帮大锤退。还走上面吗？走上面，走下面，决定一下，决定一下。走上面吗？走上面，走。他们在正面，他们在正面。我下来了。他们在点里。走，咱们刚应该往侧面拉一下。别那么重啊，别撞那就没了嘛。而且我感觉他们一开始在左边还没进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进点了。对啊，我们有重力炸弹。他们我们就不敢进去了，像刚刚那就不敢进去了。走高台。OK。他们小美不在正面，咱们可以直接进。哇，我差点没了。可以对吸吗？我有炸弹。哇，对一下。我们打的有点太犹豫了，太犹豫了。我们刚刚正面如果怕小美耗的话，我们绕他们后面嘛，我们就是绕走另外一个门进去。打太犹豫了。对，阵容问题，没关系。我们那号没有优势，因为他们在点里，然后我们大锤出去的时候，他们布里奇亚给锤到，然后我不敢进去，但我锤不到人，然后我们的血量就越来越低。咱们要么拉，咱们刚要么拉，要么直接放大招打，要么放大招打，要么拉。
左边，左边，左边，左边。他们打 GOAT 了。星星。上上上上上上，我没吸了。锤妹，锤妹。星星锤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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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锤妹，吃锤妹。没事没事。他们在左边，我们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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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可以准备跳，拉吗？他们先跳了，接接接接接。咱们有大了，大毛妹大别别吸，等会儿交双斧大打也不亏的，交双斧大只要能赢也不亏，这波一定要赢。和尚和尚落单，和尚落单抓和尚，小心别别拍，小心别别拍。我炸三个，我炸三个。咱们还有个 DJ 大，算一下对面大招，哥们，算一下对面大招，算一下对面大招，算一下对面大招。他们毛妹有大，他们毛妹有大，他们毛妹一定有大。他们和尚交了，他们地沟应该也有大。星星大交了，他们毛妹有大，注意一下，他们毛妹有大。吃地吧，掉掉掉！星星在咱们后面，星星星星，走下走下走下。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星星走得了吗？他们交阿贡了，他们没阿贡。地瓦吃得了吗？哇，他们有阿贡了，这么快！我的我的。第二波我的，第二波我的，我以为他们没阿贡，我没开心。没事没事没事，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第一张图是因为阵容问题，对面有一个小美，我们打得太犹豫了。带路消盾的时候我不该冲那波。刚才这波能打起来，咱们刚才堵门那波对面毛妹残血了，如果刚才要是咱们一起集火，对一起上去集火他的话，他能打。没事，多打嘛，多打嘛，反正打训练，调整一下调整。然后我们算大招做得很不好，记得多算大招。就对位或者死的时候，看到对面谁有大，都爆一下，都爆一下，能针对对面大招看一下打法。这应该是打比赛的时候不开，我们是
找一个人就专门负责报，还是各自报各自对位的大招？就想到了就报，这个没关系。我觉得找一个人报的话，很累的。那就是算，你就自己算，因为毛妹大招啊、圣啊这大招都挺关键的。如果可以的话，没关系，没关系。果然他换了。和尚报谁谁挂球，然后直接加速上几秒。直接挂就挂谁报球了？也不是这个吧。我们不能拖，构思不能拖，要么直接一波结束一秒，要么就全部回去。我的盾和那个和血都很低。我们那个打了得有多少个来回啊？三四个来回。钩子不是炮卡，是直接正面刚的，小黑扔起来打不了，必须进去打。因为你不进去，我根本打不到人。而且他们在顶里，他们有优势，他们有小美。对，我们就一直在外面，一直在固有固有。对啊。这个图的话，可能也会在小美。是这个图。那应该不会在上面。没这么好带吧？这个图的话，我会加速直接进顶里打，就是直接堵他们门，好吧？这不是就堵在他们那个人那一边，就加速直接过去，带犹豫的。等一下，今天还是多打一些像大招配合，像伊瓦核爆配合。共爆。然后 Lucio 或者有控制技能的，就尽量试试能不能晕到大锤，或者 Lucio 把他推起来，怎么的之类的那些。和尚全程暴击，我谁挂就直接爆，赶紧爆，爆了直接上去打。大锤，他们打 Ghost。谁挂就直接爆。大锤很残，大锤很残。不行，我们直接冲到冰鸟了。大锤掉了。走一下，我在吸，我没吸了，我没吸了。他们家城内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先集火他。对对对。我交完息了，走走走走走，两秒，一秒，咱们走左侧，走左侧吧。大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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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锤一次，大锤一次，集火，大锤。啊，毛妹骗了我的吸，我刚一直对着他吸，我没的一瞬间他才把我干了，他才开，他才交吸，他把我骗了。这能量差太多了。对面啊，我挡到了吧？应该，对面应该还有上，然后哎，我超了。都要不要拉侧左侧的啊？我们这个下坡我们很劣势啊。拉拉拉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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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拉左。我有核爆了，我有核爆了。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稍微小退一下，稍微小退一下。我放核爆了，我放核爆了。被逼了，他在后面被逼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圣娇早了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他被逼残血了。我们拉的时候，盾没有盾到他，我看着。小锤，小锤，小锤，近的只要点吗？没事，没事。就是说进的一瞬间 D.Va 必须开在矩阵，全程就留在矩阵，就 D.Va。OK。进的一瞬间就矩阵。OK。矩阵完之后给大锤套盾，套完盾之后大毛上女，或者先毛上女，然后再大锤再举，在这个套盾。这个期间 D.Va 就是说第一波
进去的时候，就是小锤要抡起来的，就之前第一把就真的就给正面扛上来，跟大锤给大锤扛，要不然这个小锤是抡不起来的，就没机会。然后大锤没有，我刚刚都是抡得起来的，但是我们正面还是扛不住，主要是我感觉就是对我们集火太差了，说实话我们集火太差了，对面一些残血的目标我们都受不了。像有时候像第一波是他们大锤一开始就比我们大锤还残，然后当时是我一个人把他抡死了，但是我们后面当时我们毛妹也掉了，然后后面我们大锤也跟着掉，就其实不是这一局不是小锤抡不起来，就是我们的集火还是太差了，三个坦狂伤问题，就联动也太差了。嗯，人家就是之前我看人家就是三个